好消息，好消息呀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，我们今晚所有的演出票都已经被热情的观众抢购一空了，所以今天要辛苦大家，辛苦大家了呀！好久不见，今天的观众就我一个。如烟，烟吧，我刚才找人打听过了，他是军统的一个头目，我们不能得罪他。就当是为了大家。娜妮呢？来了，去吩咐他们准备夜宵。一会儿奥林布就要来了，我刚刚在剧院遇到他了。好。您在这儿？难道我不是命中注定要等您的吗？难道我是命中注定总要见到您的吗？除非您禁止让我上您的门，我总是要来的。是啊，我没有一次回家不看到您在这儿的。您还有什么话要对我说的呢？这您是很清楚的。总是这一套，您可真叫人腻味儿，乏味了。玛格丽特，这难道爱你也是我的错了吗？这可真是一个充分的理由，亲爱的。如果我一定得听所有爱我的人对我说话，也许我连吃晚饭的时间都没有。这是我第100次再对您说一遍，您这是在白白的浪费时间。我让您到这儿来，什么时候都可以。我在家你就进来，我不在家你就等我。我也不知道这究竟是为了什么。可如果您一定要不停地谈论您的爱情，那么以后我就不准您再进我的门。可是玛格丽特，去年在巴尼尔时，您曾经给我过一点希望的。傻瓜，我愿意爱谁就爱谁。这跟任何人都不相干，跟您更没有关系。如果你没有别的话要说，那么我再说一次，请您走吧。哎，你们今天晚上什么安排啊？吃饭呗。嗯。吃饭？那我请你俩吃吧。好啊，那我们就不客气了。啊，导演，走了。嗯，好，拜拜。要不我陪你再去吃一点东西。啊！小心点。那个真烦啊，连餐巾都捣乱。看来柳小姐觉得今天自己演的不够好。你得上我的车。如烟。你放心，我没事儿。